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剧情，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有一种悲伤全新编曲版冲上 YouTube 发烧第一名，阿玲再次登上日本的 The First Take， 重新诠释粉丝期待的代表作《挚友》，一镜到底，只有一次机会，再配上细腻唱功和动人嗓音，实力果然相当坚强。接近却不是爱情，让虚这种惋惜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距离，触不到的恋人，我甚至有夜上搪塞，明明知道我不会单刀却放任我等。挚友这首歌其实应该算是陪伴很多一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一些朋友们设计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因为像是阿玲的歌声，可能会带给很多朋友们一些抚慰，一些疗愈，所以收了这首歌曲就希望可以陪伴更多更多的朋友在他们寂寞的时候。所以这首《挚友》是一首也是非常揪心，但它其实是一个温暖，需要得到一些释放的一个出口的一首歌曲。